大家好，现在是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今天沪深指数的表现有一些分化，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是报收在三千三百零六点，上涨百分之零点四九；创业板则是下跌了百分之零点四四，报收在两千四百六十九点。同样在北向资金这边，虽然北向资金今天是净流入十九点五四亿，但和指数一样，今天沪股通是一个净流入，而深股通则是一个净流出。量能方面。 今天沪深两市合计成交了九千二百多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午还是放量震荡的市场，在下午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量。指数这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虽然我们不排除依靠上证五零指数这两天的上涨惯性，上证指数有可能会在三千三百点上方稍微冲一下，但最近一至二周，市场想要摆脱区间震荡的可能其实是在下降。一方面，上证指数来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是显得非常小心，这一点无论是从今天沪深两市涨停或者涨幅超过百分之十的个股数量，还是从连板股的数量，又或者是今天的龙虎榜，都可以有比较直接的感觉。另一方面，相比上证指数来说，目前创业板的技术形态走得并不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A 股历史上应该没有出现过市场不管创业板而让上证主板走单边行情的情况。根据目前创业板的情况，如果要完全修复现在的技术形态， 我们认为至少需要一至二周的时间，所以对于指数，虽然不排除上证指数有可能会在三千三百点上方稍微冲一下，但最近一至二周市场应该还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所以现在你与其看着指数，不如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后面的选股方向。抛开两会期间可能的政策因素，对于后面的选股方向，我们提两点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只要比特币价格可以维持在二点五万美元附近。 那么市场上针对像 Chat GPT 这类投机性很强的标的，就还是会有资金去进行轮炒。第二，从目前的数据看，中国经济是在恢复，但需求端恢复的情况并不理想，所以由政府投资为主导，需求相对比较确定的行业就是可以考虑的方向。这里我们再补充三点：首先，昨天提到的大基建这块，今天看起来好像有那么点意思，所以大基建这部分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其次，由政府投资为主导。 需求相对比较确定的方向，除了大家熟知的电动车、新能源等等以外，因为中国和沙特、中国和伊朗部分变更贸易结算方式，以及因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贸易伙伴协议的关系，导致对于跨境支付和数位人民币这块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需求，所以这部分也可以适当观察。另外，苹果头显设备不是在三月份，就是在六月份肯定会推出。我们估计，随着苹果相关设备的推出。 虚拟现实相关的硬件需求将会真正爆发，所以这块相关的板块也可以留意。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机构资金这边，首先是龙虎榜，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只有四家，分别是特高压概念的金冠电器、人工智能概念的拓维信息、军工概念的雷科防务以及钢铁行业的河钢资源。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只有五家，分别是通威股份、三一重工、贵州茅台、牧原股份以及格力电器。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前六名的分别是比亚迪、五粮液、紫金矿业、中国平安、中炬高新以及阳光电源。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谢谢。